貌似又可以了，然后大家就骚动起来了。哎呀，真是大家都疯了，大家都疯了，都变坏了。Thank you.Come on.
他应该知道我是疯狗了。我手都快没血了。我真的，我这边都已经咱超了无数辆车吧？今天超了无数辆车了，超至少有四五辆。而且就是我们的马力不足，马力足还能超更多。很明显就是，不过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咱马力要是足一点啊，咱好多地方就飞出去了，危险了是吧？就特危险。我130，这一圈我有好多地方我都挺揪心的，是吧？揪 ，Vars， Vars 根本追不上咱们，我操，这一车糊味儿。相当可以，相当可以。我这胎都是烫的，全都化了，全是皮胶味。哦，漂亮，真漂亮。小家还挺漂亮的，对对对对，钱包你收好了。我们从科隆开了半个多小时，开到这儿，一会儿5点的时候要开始。现在才1点。